丰年餐厅里平常烹饪的主厨想要学习如何管理资产。这时老板走来，原来老板是要介绍金融资产整合神器，不仅名下所持有的证券、基金等资产持股库存分布一目了然，更推出新功能，整合银行的台外币活定存，一手掌握资产，方便又有效率。存折好整理，资产好管理，